萨瓦迪卡，冬天到啦，吃个热气腾腾、酸辣过瘾的冬阴功火锅吧。其实冬阴功本宫 Dom Yam Gung 是一道汤， Dom 的意思是煮， Yam 是一种酸辣味的沙拉， Gung 指的是虾， Dom Yam Gung 喝起来就是酸辣虾汤，大概是最广为人知的一道泰菜了吧。泰菜？你说谁菜？把冬阴功当做汤底做成火锅，自己吃或者招待朋友都棒棒的。好，欲练此功，必先买功，也就是虾。妞妞妞妞妞，用一点油把虾头和虾壳煎出美妙的虾油，放水让它们游泳。露天泳池？不是露天，这样盖上盖子多少十分钟，虾头和虾壳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俗话说得好呀，冬阴功有三宝：凉姜、柠檬叶、香茅草。凉姜削成平头，然后切片。柠檬叶尽情的揉烂，香茅草，游泳健身了解一下。老子不用，不用，打死我也不用。把驯服好的香料放到虾高汤里煮五分钟，一定记得这些香料不是用来吃的，不要吃掉，不要吃掉，不要吃掉。因为是火锅，我还放了一点番茄和洋葱，这样炖起来汤更鲜甜。用来冬的高汤有了，我们来做一点阴。阴是一种平衡了酸、辣、甜、咸的调味汁。泰国人民夏天用这个汁拌沙拉，冬天就拿来煮汤。这大概就是吃货的智慧吧。为了让汤头味道更浓郁，我还放了一点冬阴功酱，搅和搅和，汤底就正式做好了。全体食材集合，杀死！立正！跳！这个跳线也太丑了吧！还是摆个造型吧。火锅的食材只要你喜欢吃就好，最好以海鲜为主，但是至少给冬阴功一点面子，放上原配虾，就是我，和草菇，还有我啊。吃的时候可以拿多余的阴调料，加香菜、大蒜末和白开水，搅和搅和，蘸着吃，这样每一口都酸辣咸鲜，超级过瘾。其实这个汁蘸烤海鲜也特别好吃。马斯卡，他不会是要烤了我们吧？不是吧，我泳衣都换好了，你跟我说这个，他真的换了烤盘。等一下，你在干嘛啦？不好的游泳那混蛋。冬天除了吃火锅，吃烧烤也很赞嘛。拜拜。